会一楼这边多了好多香水的专卖店。上有一些不明分子，不明，大家要注意啊！这边路上或者是甚至是商场里面会有一些可疑分子，会乱搭讪说要不要帮你设计发型之类的。到这个星巴克工厂的活动了，这个大门口都变了。就是没有性价比的一种西餐。这边有几家餐厅，还有 Manner。就我必须要说，南京西路站的站务人员是比较文明的。他们要
安检的时候都是很斯文的，不像有的站真的是。给大家看一看礼拜天南京西路站13号线月台人这么少，怪了。以前礼拜天的话人不至于少这么多的。